好，我是尤思琪，这就是我的一天。化妆是让你从外在美更加了解内在美，这是一门艺术。这就是工作中的我。生活需要平衡，这是我排除繁杂思绪最好的方法。平常工作很忙碌，所以我更会花时间在心灵跟身体上面做沟通。气功就是我跟身体沟通一个很好的方式。生活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性，只要你愿意活在当下。